我就是怎么回事？哇，这个七六，这个锁的，哇，对面全是挂，不行，我他妈要跟他挂拼一下。啊？什么呀？全是挂。那个七六那个视角吗？万能碎了，万能碎了，右边。哪一回挂？我刚刚就说我挂。你看见？哇，我一个亿他妈弹了这么多东西。哦，枪头没打死。哇哟！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出不出去？要不拿303吧，要不真的恐怖啊！他303吧，303拿303吧，303吧，回来的303吧。我去送一下，去送一下。哇，他这个挂！哇！醒醒吗？不用醒醒吗？下水挂。来打303。一对的挂，我操！哇，我盾秒破出去。哎，我给盾了，你松下。我要能量的。我等我。左边，麦克那个皮在左边。我就被打了，就下去。这是一丝。左边有个狙，左边有个黑百合。我找他。这黑百合他们没有智商吧？打他。百合死了，百合。对面当心点啊！右边有个麦特雷，哎呦。这怎么打呀？不要撞，大雷不要撞。四血一丝血，死了。哇，不行，这他妈是一堆的瓜。哇，全拉满那种内存。怎么说？典礼。往上掉了，往上掉了。等你死光了，有没有安排一下的？那麦克雷好像不是挂，都是帮他安排一下。那不是，麦克雷不是吗？麦克雷没有拉满，没有拉满。麦克雷也是，我看到了。他点不到我，你们抱团抱紧。我给盾，松下盾，瞬间就到你头上了，我操！哎，回个盾。对啊，你盾松一下，那我盾后面。哎，有右边，哎，完了。左边合上，挡了，走了，我狙一丝后面，狙一滴血，一滴血狙，一滴血狙，过来，一滴血，哪个位置？好，看到，猪，躲下墙，挡了，我没球了，啊，这爆头，近点打，规避枪线，进来就打他们。真的恐怖啊！喊了好久了。我有大可以叠甲。隔老远我就没。快！你别一个人叠呀，兄弟。给辅助叠，给气叠没用。来。麦克雷能杀吗？我在打。麦克雷死了，过半死了，过半。快点哎，他挂机了，别打他了。他挂机的。他挂机，别打。他应该看到。他看翻墙了。看到队友，哇，他就挂机了。就喜欢这种好队友，我操！当心点！哎，快躲炸弹！没了。死神也死神。等会儿要是这个和尚，他几个人？哎，什么智商？记得一丝。等会别忘了，等会警告一下。哎，我回个盾，你们规避一下。回盾，给规避。我攻。马上有弹，我有激光，帮他们做个激光手术啊！什么水平？这什么水平啊？给这个路人点个赞吧，怎么说？啊！把别人都举报一下。等会出去这把打完，给路人都点个赞，就那个 N 键那个点赞。他们是都几人车啊？五人车还是三人车？五人，他们五人车。就除了那个求求你打下麦克雷，他就都上。走，往前走。
要不要直接打这个图？不，小心点，上撞！我来这里，不急，来这里面，神秘飘，神掉，干，一个人吃点就行了。我去，我没死，上掉，坐在这里。不是没有脑子吗？等我来你。对，我来。哇，我看他那个刚才堡垒那个枪线拉的，我操，就是直接瞬移过来瞄的。他又送了。哎呦，吓我！和尚，全面顶。他妈真的是挂吗？我他妈在想什么？不要再问我。他毛面应该够了，没送能量了，走。他妈啊！又上脚了。我。好盾。这堡垒掉的。哎。快走！开挂真的傻掉！这什么供啊？我他妈这供我没看懂啊！逮不住！没事。我跟你说，我来打个拍啊！我真的给他到。你们刚才看到有个 DJ 推了一下，这个游戏要火了。我都不在你网上。点六死神，我打不了他。我来了。哪里？死了。叫过来干嘛？和尚挂机。和尚是好人。真的弱智的呀。爱你，给他点个赞。给他点赞。哇，这枪拉啊，一二二。